媒体老师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程毅，我来了。各位老师，我健身有个好几年了，我觉得锻炼的小技巧，就因人而异吧，最重要的就是坚持，还有合理的饮食，只要坚持下去了，你们肯定会有所收获的，加油哦。那老师，我第二个问题来了，其实，真的啊，每一部作品真的都离不开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努力，其实拍戏就是一个群体的艺术，那么我作为一个演员，就是潜心演好每个角色，是我作为演员放在第一位的。现在真的特别特别的开心，看到自己的角色作品，被很多人看到了，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演员最大的收获。我自己会更加努力去坚持，把演员这条路，走得更好更长。谢谢所有支持琉璃，这部戏的观众们，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好，第三个问题来了，司凤身上我最欣赏的地方就是两个字吧，不悔。因为我觉得他做事情没有求回报，就简单的说，就是像身边有一些人，他帮助过一些人，做一些公益啊等等，他都不求回报，所以司凤身上这个闪光点特别我欣赏。